啊，还准备好吗？我准备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很帅的你，戴好眼镜是的。啊，Hello，Hello，哇，Hello，早上好。啊，live 了。嗨，诶。Hello，Hi，OK，OK。哦，你有另外一个手机啊，楚江。啊，哦，这样子不知你道，看不啊，到，两个朋友，看不到。一般有进来，进来的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啊，Hello，嗨，是 Dan，还有川弟，你好，Hello，哇，今天可能大家看了我的这个主题哦，大家都很有兴趣，就快点进来，然后给大家，Hello，Mr. Dan，你好。你的话还没进来哟。啊，九江，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手机的话，它的声音你要把它关掉。啊，电脑就关下来了，对啊。Very good，哎，你进来啊，Regine 上来啊，哦。啊。Hello，Regine，先 Hello 一下，Regine。耶，哇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啊，OK，Regine 也上来啊，好，来，大家没玩。事啊。可以，你的那个要关掉声音。好，关掉。OK，good，可以，好，来，我先介绍自己哦。OK，我是 Desmond，相信大家很多线上的朋友都认识我啦。好，这样子，在我身边的这位帅哥哦，肯定是年轻的啦。OK，他肯定比我年轻10岁以下哦，10岁多，他30多岁了。等下叫他来介绍自己一下，OK。今天大家相信看到这个主题哦，哇，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，这样大家就要做什么？快点按赞，然后 share 出去给你的朋友们，OK？因为一些朋友可能也是有遇到同样的一些手汗有很多啊，脚汗有很多啊，然后会有遇到很多很多一些尴尬的问题的话，这样子就要来进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分享，给我们的这位祖祥这位帅哥他的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先介绍自己一下，祖祥，可能很多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名叫祖霞，来自霹雳州的塞万区那边，然后目前工作在加拿大，因为之前在新加坡刚回来了，哇，哎，Stellan 啊，Stellan 是我们 BE founder 啊，汇金的家乡来的嘞，哇，惊啊你。OK，祖祥，我想。我知道你过去是有在新加坡做过工嘛，对不对？打过工。对，对，我过去在新加坡是做吃的日本餐，日本餐、韩国餐、中餐、西餐，是同一间公司我这样你不是很厉害主，你很顶哦，你厨师来嘞。还好，哇哇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样厉害主哦，肯定哦，你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这样的人哦，单身呢。真嘞，你这个好嘞，哦，就这样厉害主，你看这样多人给你 love 了，哇，你劲啊，会又会煮西餐，又会煮中餐，又会煮日本餐、韩国餐，什么餐都可以哦，哇，劲啊，这样子啊，劲啊，会煮的肯定是很劲的。好，来这样子聊一聊哦，祖祥。到你有看我们的Aurora Talk 吗？对不对？你的 Arabic，你在对啊。before 穿这个 Aurora Talk 之前哦，你是面对很多问题吗？就是手汗问题、脚汗的问题。对呀，之前都在困扰着，就是脚汗比较有味道，比较注重在脚啦。因为在之前的话，我每一次都去接的话，或者打工回到家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冲进厨房厕所里面洗这个脚，因为这个脚汗味导致我姐姐家，因为我之前在新加坡做嘛，导致我姐姐家那个整间脚味道很重很重，还有家里也是啊，现在之前回到家也是啊，家里爸爸妈妈也在，你脚臭很严重啊。过后这个问题导致了困扰，还有就是在我去我朋友家之类啊，或者去一个 camp，就是上某些课程，我和朋友们就在同一个
房间啊啊那个，我每次第一件很尴尬，每次第一件事情都跑进那个厕所洗我的脚啊，把我的袜子洗，几乎是每一天都在换这个袜子和那个洗那个袜子哦，因为每天换会比较卫生嘛啊，那可是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哦。嗯，对对，哇，子祥，我相信你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很多人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之前我做 construction 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相信一个蛮严重哎，就是听到你讲好像像哇宿舍啦，然后跟朋友去一些公众场所的时候哦，真的是连要脱袜子、脱裤、脱那个鞋都很难哦，都怕哦。对啊，就类似你要试那些衣服啊、裤子啊，你不是。尤其是试那个裤子的时候，你都没办法脱那个鞋子，因为那个味道真的是太过危害了咯。OK OK， 好，这样子你是怎样几时接触到我们的这个 Aurora Tops 啊？哦，之前有参与，就是类似就是有参与，就是伟俊介绍B1他们 meeting 嘛，然后有看了解了解过我才意识到我这个问题，然后我跑去问我的伟俊。啊，维静姐啊，介绍我穿这个，现在穿的这件衣服、啊。嗯，然后你这么会买衣服呢？因为你有做 study， 为什么你会买这个 Aurora Top 来穿呢？哦，就是因为维静姐介绍他俩，你可以尝试。一开始是我是在也是在怀疑的，其实我这个真的有这么功效吗？他也是有给我发 link 看那些，然后我就。哎，有质疑啊，就是怀疑这样子，可是我还是决定尝试哦，毕竟尝试了很多东西，试了东西还是这样子啊，就抱着一些尝试的心态去尝试哦。第一次穿的时候 ，OK， 第一天、第二天穿的时候，哎，回来发现去意识去聊，因为我比较在意那个味道嘛，平时回来就有嘛，可是当天的话。回到穿了第二天的当天，就是哎，没有味道哦，就还以为这是一个奇迹，怎样怀疑嘛？哎，第一天我应该不可能吧，就有一个怀疑心。第二天我换一双鞋比较高的鞋，那个鞋里面完全是封闭不了了，还是整个脚还是那种热会爆汗的那一种鞋。平时穿的话一定是流汗的，可是那一天穿了过后。回来第二就是穿第二天啦、啊，回来穿那双鞋的第二天，回到家还是没有味道、哦，我就很开心的问我妈妈，哦，你有嗅到我的脚味那些吗？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妈就讲没有，我就很高兴跟她讲分享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的功效哦，哇，惊哦，那 OK 啦，可能第一天、第二天可能还是觉得，哎，不懂是不是碰巧啊，还是自己感啊，对，那你可是我。啊，可是我就是穿了，我一直在注意我的脚的味道，我比较 take care 的是这一点嘛，毕竟在家里整个小屋子是臭的嘛，所以我接近一直在观察，一个星期后真的是没有这个味道了。哇，一个星期后，现在你穿了多久？两个星期？三个星期啊？三个星期哦，嗯，有味道？然后还有解决了吗？没有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讲平时我啊早睡的话啦，早第二天早上会感觉疲累，可是穿了这件衣服过后，它就不会有那个疲累哦，就没有感觉到，平时就是觉得哇很爽。然后我问 Regine 姐她什么原因，她就告诉我这件衣服的功能就有带血液循环这样子吧，很我觉得很稀奇哦。对，这件衣服它的那个光电子肯定可以帮到我们睡眠提升哦，然后甚至可以疏解你的那个身心的疲劳啦，还有那个的心灵上的充实啊，那些啊都肯定有帮助到的。哇，真的是让你穿出那个效果出来哦，真的很棒哎。哇 ，very good very good， 很开心。那我相信你我听你李静说你也是有开始接触我们。B 的其他产品是吗？我听说你有买了 Befill 对不对？Befill 现在在喝着哦，就因为我手有麻痹嘛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你可能就是类似我平时蹲
蹲住不可以太久啊，会站起来会头晕啊。可是现在有穿了这个和喝了那个的话，几乎就比较少了啊。就像我刚喝吧，会比较少有头晕啊，手麻痹也少了，哦，对了啊，像手麻痹。对你以前你是做厨师的话，不是有这种困扰？然后我就一直缠。哇，这个就是这个是很困扰。我每次握着那个刀的时候，切那个菜或者切太久，嗯，切太久的话，手就会麻痹，很辛苦啊，会干扰到我工作啊。嗯，以前煮啊切菜啊，煮久的话真的是很辛苦、啊，那个手整个手麻痹啊。哇 ，good， 哇，谢谢你，主祥，哇，你的这个分享哦，真的是很棒，然后也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，相信我啊、在线上的很多朋友，哇，20多个人嘞，27个人了哎，他们听到你的这个分享哦，肯定是觉得太棒了，为什么？真的是啊、感觉真的是很神奇，然后真的是在你的身上发生了，所以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你的这个今晚上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很多人，好。在还没有做总结结束我们的是今晚这个访问之前哦，来，可能在线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哦，对我们的这个 Aurora 光电子的这个系列哦，都抱着怀疑啊，不相信，来，你要怎样鼓励他们呢？就怀疑归怀疑啊，可是你可以尝试去闯，毕竟它的功能是真的是，过去的我是也是在怀疑的嘛，毕竟我在尝试了过后，我才知道这个衣服的功能是这么神奇的啦。可以去尝试这些裤子啊，裤子比较帮助比较多，就在于我们脚啊之类的。嗯，这样主祥你要快点穿我们的裤子还有袜子那些了哦，真的哦。OK 啊，嗯，这样谢谢你今晚上那么精彩的分享。OK， 好，哇。有很多嘞，很多，23个人嘞 ，very good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今晚上的访问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访问很好的话，请你们分享 share 出去给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